我们今天来到力宝乐园啦！今天有四位选手要来这边挑战一下。不要 PK 啊！废话，你哪次不 PK？ 哇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什么？白色的，白色的蓝。你说什么？白色的蓝。白色的什么？不是你现在脱妆哎！上次跟下来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湿啊？我傻眼呢！从头湿到脚。我们玩的是不同的游乐设施吧？你们两个。我考到一张，率先发现喽，宜萱。啊？答案就是你了吧？嘉义哪里啊？到底是谁藏的？我快要找到生气了。